人们喜欢阅读书籍，是因为书籍可以带给我们无尽的知识和乐趣。透过阅读，我们可以探索不同的世界，了解新的事物，并且丰富自己的想象力。书籍中的故事和知识可以启发我们的思考，让我们更加开放和富有创造力。此外，阅读也是一种放松身心的方式，让我们逃离现实世界的压力，沉浸在书籍的世界里。最重要的是，阅读可以成为一种持续学习的方式，让我们不断成长和进步。总之，阅读书籍是一个充满乐趣和收获的活动，让我们受益良多。